香啊，七里香啊，七里香啊，哦，用那个种子可以培育幼苗，培育幼苗，七里香，柳营国一或国小利用，儿童节举办呢，校庆运动会，三年级是分为同学，没有参加比赛哟。哦，还可以做那个天后宫前方那个街道彩绘的，沈永华、护城河啦，街道的彩绘导览解说呢，好棒，好棒。